Jalan kecil je. Jalan juga Chelsea. R&B 精选，台湾 R&B 好像不错，这个，那就这一首歌了。话说你叶佩轩写的速度很快，对不对？因为我觉得那个很好看，所以想要赶快破。今天的造型也太美了吧！我今天去公园走一走。小我生日快乐，面面。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そばのそば屋のまゆです。アルバイトのまゆです。そばのそば屋のアルバイトのまゆです。好像不错哎，还好我的 catchphrase 改到这个。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そばのそば屋のアルバイトのまゆです。我那时候超哎面面的荞麦店打工的麻油的是的，嗨，谁阿水？现在补档补到兔的会员票，阿鬼谢谢浪漫美杯，嗨北极熊谢谢缘分，笑死草组分店吗？对，麻油的面是两倍辣吗？但的是甜的，我是辣的对。流浪兔，谢谢你枫叶，加可爱分享直播间，谢谢 Dirk 的 Dirk 送我好多缘分。妈有昨天很忙吗？对啊，妈有昨天很忙，而且我原本是礼拜四，对，我昨天我原本是礼拜四要开直播，然后礼拜四后来有培训，所以改到礼拜五。谢谢不当不当不，谢谢你的小关心心，努力变成黄金猎圈的土豆。叫星星 ，hello。
三七分钟天塌下来我会为你撑住像个英雄带你飞到你最喜欢看到那片星空抓紧我的手 I won't let go cause you're my world cause you're my world。 前几天我跟那个日本的弄奖北海道的弄奖一起去公园野餐很开心肯定谢谢谢桥那阳光爷爷买好票了记得月底见耶二十五号二十六号见念觉2020不错听好啊等一下再听听看一兜三再一大侠哟然后我今天去公园的时候，那个看到有人在遛猫，然后我很想要带麻薯去公园遛猫。那我觉得麻薯没猫好，它是长毛长毛长毛的就没猫好，这样猫啊，可是它是短毛的猫，所以我觉得比较好遛。但如果像它一样长毛的猫的话，感觉回家之后要带它洗澡哎，出去晒太阳也可以吧？你说麻薯吗？对的，但是我怕它乱跳出去之类的。你不怕麻薯跑去草皮弄的？对呀、啊，所以我才不太想要。如果我带它去，应该也是一直抱着它吧。好热哦！天啊，今天怎么那么热？哎，麻油被弄讲柳。阿北，那个谁，今天天气真的超棒的。昨天中午去新竹，现在回到家。哦，你说去看那个吗？笑场吗？我的眼黑流星，阿北。全新五哈气泡饮。嗨，比狗亲 ，geek， 有人有去新竹，那是可以去看的、哦，可以进去看哦，是吗？好棒哦，那学校也可以进去看。可以啊，免费的哦，原来。希望没有之后也有校唱，会有吧？没去，今天待在家，台北，真的、哦。小亮，嗨，呱呱，一样一早就去努力为七七妈咪应援，好棒哦，圆桌。大豆油，草莓酱。草莓酱怎么变得那么的中二啊？你的名字想要被麻友遛，麻友超可爱，太阳过，谢谢你把脸颊鼓起来，真的很可爱耶，这样吗？麻友，我好想你，你在想我。但本来就很中二，是吗？没有拖一点点，只是看着镜头。啊！这是什么？这是什么？怎么那么 Q？ 这是穿那个哎、欸，它是穿水手服哎、欸，酷！谢谢小五 ，Alex， 就是中二，没办法本性。晴天，嗨，马格拉哥，哇塞，学生先问，对呀、啊，酷。谢谢草莓酱的甜蜜爱心，谢谢你的甜蜜爱心。
谢谢你的甜蜜爱心。嘿，你说什么？玉珍说期待这月底参加现场，你会来看 Bellflower 的吗？妈有表演，我有去七七表演，没去被追杀，怎么办？他会来追你，杀你 KO 达人小恶魔马丁，今天造型什么？造型怎么会那么好看？怎么会这么好看？是吗？你就随便绑个包包头。小智，谢谢小关星星，三二一，耶，红包，耶。谢谢小五的红包，哎，好多、哦，哎，真的很多哎，等一下，有点来不及哦。谢谢小五送我三个红包，嘿，流星，哎，还有哎，天哪，怎么会这样？酷啊，我没有拿到红包吗？看一下，这样，耶，谢谢小五。谢谢小五送我这么多红包，六包哎，天哪！ I don't care， 谢谢。所以这次公演我坐在左边，谢谢红包哎，谢谢红包。Be out tonight， 今天有去七七，应该会放过我吧？谢谢红包。浩克，谢谢你的泡泡。哎，大家刚刚有拿到红包的人，礼物记得丢给我。礼物记得丢给我。小五刚刚收了那么多红包，大家应该也有收到吧？谢谢阿北，谢谢。刚刚小五送了六包红包耶，谢谢 Kix， 谢谢大家。黑流星，谢谢学渣，谢谢学生证，谢谢招财猫，谢谢大家。Be out tonight，Be out tonight，Be out，Be out。谢谢土豆，谢谢大家送我礼物。嘿，柳星，谢谢莫非你哎，非你不可、啊，谢谢哎，这个好可爱哦，超可爱的。谢谢琳塔的米卡转亮点，谢谢克里斯，谢谢学霸，谢谢你的学霸。启威，谢谢你的梦幻泡泡，感恩大家。谢谢大家的礼物，谢谢不到原来不挡不到兔的礼物，谢谢小五的掌声鼓励。对不起，刚刚没有念到你们的名字。谢谢大家。谢谢小五送我好的掌声鼓励。所以晚餐在吃什么？哎，我刚刚已经吃过泡面，我今天已经吃了晚餐，我吃了泡面。哒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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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志豪，谢谢。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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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午才想要要不要吃个泡面，就还没有。真的，我是吃那个炸酱面。难道是传说中的那个过期泡面？不是，今天我的主人买一韩梅。稍等一下，泡面没有过期。谢谢安安 ，Hello 安安。Be out tonight， 我们一起 be out tonight。邓丽玲，邓丽玲，邓丽，邓丽，邓丽玲。
艾斯豪，所以是过期的吗？之前大学的时候有吃过，有过期的。那我不喜欢日清的、哦，没有，我很喜欢那个台湾的那个炸酱面，那个什么威大利，那个叫什么？喜欢啊，日本的泡面都很好吃，韩国的也很好吃，印尼的也很好吃，泡面都很好吃。威力没错，威力。威力意大利，威灵。我刚刚然后呢烫到舌头，很烫，很痛哎。对，有红红的吗？对，超痛的，太烫了。星期一会播吗？不会，星期一有改到礼拜二，因为我星期一有工作了。对。星期一白色情人节，我原本想要开直播，不过我那天有工作，没办法。小丑本来就是很慌的，我只能怎么样？我只能帮栗子打 call 了。为什么？为什么不是帮我？欢迎呼呼，该不会是张君雅小妹妹的面？小康明，谢谢烟火，谢谢小五送我好的掌声鼓励。工作对啊，吃炸酱面一定要配维达利，麻油很麻。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看了，怎么这样？哦，你说你没去新竹高中？去哦，对呀、啊，啊，所以你去看了，赞赞。鱼，可惜，最近好想吃你喜欢东北啊，东北味是辣，乌鱼。李吉雄，他不是要去说要当兵？对啊，我知道。所以是今天是最后一次哦，那我一点才对哦。哦不，哎，有白色情人节的歌词版的吧？复合了。复活了，但是我觉得是，谢谢 Gex 一见倾心，刚看着麻油静止的画面，一株卡卡。好了吗？是好了的意思吗？赞赞，观察一下，思考一下，师傅可以的，已经剩30秒了，在那边都不，
已经剩30秒了，在那边都不跟我说，在那边耍笨蛋呢。好了吧，看起来是好了。什么那么可爱，该死了。小玉儿。啊。啊。一笔赞就。一笔赞就就。希望我回去位置上就不卡。不卡了吗？不卡了吗？竟然不知道有没有卡，就是墙壁。啊，现在好多了，耶、yeah, ！不卡了。Q， 哇啊，这么性感，哪里性感？好啦，哦，一直流鼻涕。哒啦哒啦哒哒，藤井今天好漂亮，第一次有人叫我藤井哎，一回来衣服就没穿好。嘿，兔子牙，我脸，啊，鼻子好痒啊，啊，有人在想我是不是？过敏，蛋黄哥，妈妈今天好漂亮，谢谢西瓜。哒哒哒哒哒，对我去说，嗯，拿盐水自己洗一下鼻子。盐水是哦，要这样子哦。过敏的时候，对不起，我先停止思考。今天没办法好好看，嗯，嗯 ，please 谢谢浪漫玫瑰。蛋黄哥，谢谢。你看我都快流眼泪了。谢谢朱莉安的好学生证。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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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流眼泪了啦！快流眼泪。毛巾哥。千血特点久违的又是101组合，我要洗了。对啊，没有不要哭。What？ 没有了，我是过敏了，过敏，一直想流鼻涕，一直流鼻涕。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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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今天穿着好少女吗？对不对？很少女吧？妈妈今天好可爱，谢谢。谢谢你的缘分，穿着，对，下班再补档了，好哟。我的鼻子也是吸冰，还有点痛。吸冰？啊，不行，我又要打喷嚏。
会一直想要打喷嚏呢？到底？我要喝水了啦！喝水。一定是麻薯的毛，麻薯害的啦！莫姬你很坏呢，每次都开直播就会想打喷嚏，还是我是直播过敏啊？我肯定是直播过敏，我一定是直播过敏，还是光过敏，灯光过敏。什么啊，藤井麻友，你想不想知道我的真正的名字是什么吗？我来想想。好，你的真正的真正的名字叫什么？是对我过敏啦，呜呜呜！吃饱了没？我吃饱了，非常的鼻音。啊，天哪，怎么这样？刚好，小薇，叫彩猫。我刚刚原本想要，妈友还没看我限动，你 po 了什么？我呢？妈友真可爱，嘿。我呢？我刚刚想要跳白色情人节，结果因为我的网络太卡了，所以我就放弃了。想不到简单会有那样的时候，发生的不知所措，毫无预兆是所想的已经动，就记得学长忽然唤住了我，西瓜谢谢枫叶。对不起，我刚刚都没有跟你们好好的聊天，请不要放弃。我觉得什么？请问兔子牙的真实名字叫什么呀？我不知道哎。阿米，谢谢你的枫叶。瞧，嗨，格斗星一击小玉儿。远天，啊。今天状况不好呢，对啊，一定要换这样粉丝才会多，什么意思？换这样，猪绒裙 ，OK。没有，今天都在家里度过吗？没有哎，我今天早上、下午去公园走走，野餐，我去野餐。请问这是今天吊带裙？对，这是吊带裙。我今天中午是穿吊带裤，哒哒哒哒哒哒哒，哦，鼻子过敏，好烦哦。屏东单曲边跳边打喷嚏，一定很可爱。真的吗？真的吗？你是边打喷嚏边跳舞吗？那蛮难的耶。跟同学去野餐，对啊，那个北海道的弄浆啊，跟北海道的弄浆买了吐司跟咖啡，然后对，公园会过敏吗？奇怪，我在跳的时候呢都不会有想打喷嚏的感觉。再次确认没有，这样很适合拍升学季呀，这样就很好看。对，就是这种程度就好，就是不用露太多，就是一个很清爽的感觉，我觉得这样子之类的，我觉得这样就蛮漂亮的。马友野餐是自己带手作食物，没有。马友神雪真真性感，你说上月的吗？多多购买哟，多多购买呢。可是我现在这样子看起来，我完全没有穿衣服，所以我还是那个马友的神雪衣服真的不是自己的。我跟你讲那个很搞笑，因为呢，啊。对不起，一直流鼻涕。那个，因为呢，我那天拍摄的时候穿那件衣服，然后呢，经纪姐姐说：“哎，妈哟，你今天怎么那么保守？”就说我这样算保守是不是？怎样不算保守？对啊，她就说：“哎，你真的穿的蛮保守的。”她就说：“我到底有要多厉害？”我就跟他说保守好，对啊，我就跟他说，我就说姐姐对你有什么误解，
日本北海道有一个地方可以玩泰国达人。没有，那天晚上跳舞影片是爆声写真哦，没有哎，我完全没有想。以马友来说是算太保守了，真的吗？然后我就跟经纪姐姐说，哦，不保守的我要留给未来，不是现在，现在就这样子就刚刚好，不保守也不会太多，然后就跟他们说，哦，未来再说嘛。新十一号，嗨，香姑姑。姑姑 WRC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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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平常认证的性感，真的吗？平常有这样讲。今天姑姑晚安呢，心帅留给未来老公就好。不是，我未来想要出生歇集，我就说留给那时候就好。台东谢谢。今年七月升学证，来不保守一下吧？为什么？我不要啊！我不要啊！我要留给我未来的升学级。朝族公演 MC 呀、啊？啊、哦，对耶，有啊有啊，我记得呀。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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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你们给我十秒，十秒我就擤鼻涕，实在不舒服了，我的鼻子受不了。十十什么？好，十什么？九啊、哦！现在在算吗？好啦，快去快去。大家好，我是 AKB48TV 的特技马友，与马友的一马友美丽好。开始，笑死啊！哒哒哒哒哒哒哒，谢谢一个安。怎样？刚好十秒，对不对？刚好，对不对？David， 这时间做的刚刚好，对吗？没有迟到。嘿嘿，曾经的学姐忽然喊住了我，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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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要说十秒，那就是刚好十秒，没错。多么谢谢你的 kiss 啾啾。莫非多多的听过哦，你很厉害耶，你都记得那歌词。马友宇宙的十秒就是十秒，没错。想再近一点，再靠近一点点。终于谢谢梦幻。嗯，原来马友宇是才现在哪有？哪有？马友什么？原来马友宇是才现在。多么谢谢 kiss 啾啾，握手时候可以。用马友的描述，那这样子会有什么不公平的问题？因为我数的不够，对。马友觉得我应该要往环境链圈努力，还是比特圈努力？我觉得你可以先往比特圈努力，对。请马友计时。丹尼，周威，
讲一个 S 型的封印，我跟你们讲好事情好不好，好消息，你们一定会开心的那一种。就是呢，虽然我白色情人节那一天没办法开直播，因为有工作，但是呢，我前几天特地去拍照，为了在情人节那一天 po 文，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还有押韵不错，这样啦，会发文吗？对啊，期待，对啊，就是情人节特辑，我拍了很多白色情人节的照片。布布是什么品种啊？好可爱！退伍就要养猫了，真的、啊？你有养猫了吗？赞呢！布布是那个啦，短毛，短毛，短脚猫。对，蛮有疑惑，想出个人的 NFT 卖吗 ？NFT 是什么？嗨嗨，蛮有夫妇猫。下一个主题就是白色清明节了嘛，马友脖子的腰线条很美，以后可以多把这种马友的脖子的线条很美，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我的脖子很美，开心，谢谢。数位艺术品，数位的艺术品，那是什么？是曼赤科吗？曼刺科吗？它是曼刺科吗？我觉得不算诶，我觉得不是诶，曼刺科不是吧？我觉得不是，我再问一下，我问一下叔叔。握手会可以绑这样了吧？那顺便问一下马屎的品种，忘了，它是英短加金吉拉的混血。现在那一张照片拍脖子很好看，真的吗？谢谢，我好开心哦，第一次被称赞我的脖子，开心。嗨，建成，谢谢母羊宝宝，宝宝宝宝，是马友线条美的，真的、哦，酷哎，马友不懂那么奥秘的东西吧？什么？握手会本这样，我会忘记。要说什么也真的吗？有那么漂亮吗？有那么漂亮吗？谢谢，开心。只好称赞脖子下面的锁骨哦，对，我的锁骨很漂亮，我给你们看我的锁骨。哦，一直流鼻涕。你的锁骨怎样？我要正常发挥，怎样？可是今天有点看不太出来我的锁骨，看得出来我的锁骨吗？好像还好，那个光好像看不太出来我的锁骨哦，这样有吗？这个锁骨非常的漂亮，我喜欢自己的锁骨，没办法认真看，太性感了，太亮了，对啊，太亮了，是不是？真的是太亮的关系吗？好像也不是欸。好紧，妈有试过锁骨摆硬币吗？没有，没有试过，还可以这种，对不对？那我去摆一下我的硬币。但重点是我有零钱吗？看来是有啦。我有硬币，我是不是帮大家要了 hundred service？ 原来马友都是大钞。等一下，硬币是在哪里？这里哦，是皮肤太好太亮。对啊，我皮肤超好的。等一下，我有点不知道啊，我觉得左边右边比较好哎。看一下，硬币要怎么摆啊？我是没有看过，是这样吗？10块可以吗？还是50块？这样是吗？是这样的意思吗？是这样的意思吗？还是怎样？妈呀，不收硬币是什么意思？我要怎么我要怎么摆？哇哦，哎，什么意思？这个是对的吗？还是什么50块？
麻友都说服务，麻友都跟服务员说不用找，不可能啊！我要锁骨零包零用钱，这样吗？你说这样的意思吗？好深，我要怎么摆比较好？是吗？是这样的意思吗？我来看看我有办法。60块，搜狗太美了吧，我也觉得。60块，65块，啊，不要动啊，65块，66块，还有吗？啊，剩一个，哎，剩一个，对，啊，还有10块，嘿，这样多少？76块，有了76块在这里。哦，好酷哦！哎，真的哎，哎呦，这个坏坏的坏坏的50块，你要进去哪里？拜托，好酷哦！哎，我蛮厉害的，就这样。我的锁骨大概就是这么深，大概就是这么深，可以抓起来的那种。你看，我可以抓起来耶。这个公司验收的时候可以当个人的业绩，真的吗？没有，以后假娃娃虚也可以放锁骨，有点方便，有点方便。你说这样子啊，假娃娃，然后从这里这样拿出来，麻烦当店员结账时候把零用钱放在锁骨，好烂。那他会不会，大家会不会有给我很多 chips？ 那50块硬币500元收，好棒哦！我在虾皮卖好不好？今天的眼妆不一样吗？今天的眼妆我有刷睫毛，你看我有刷睫毛，可以谢谢看好你哟。我第一次说硬币耶，这里10倍照翻哎，这样也可以耶，要附证书。你在想怎么放比较漂亮，还是我有办法放进去里面？好好玩哦！啊啊！等一下，我想要把那个50块放在我的锁骨里面，但好像也太大了。不过有洁癖的你竟然把硬币放在身上，还好这个。想跟锁骨握手，什么意思？这个好变态耶！嗨，小五，你要跟他握手吗？讲，如果是这样吗？谢谢麻友小烂，嗨，大家好，锁骨漂亮的麻友です。等等，要擦一下握手会，哎，好像不错哎，握手会，你说的很棒，收个请烧的，对，然后跟玛雅的锁骨告白，握手会好像不错哎。玛雅的包包应该也是可藏硬币，什么意思？那握手会可以看锁骨吗？我想想，有可以看锁骨的衣服吗？诶，好像没有，谢谢 Cookie 的行李箱。我不要握手，只看锁骨就好。头上的包包哦，头上的包包头，包包头呢，里面应该也可以有，可以藏很多钱。你那一整天把包包头就是拆下来的时候很痛吗？今天的麻友实在太可爱了，是吗？谢谢。是不是因为我都没有在讲话，所以觉得很可爱？
只要不要讲话就是可爱的意思嘛，那我就不讲话咯。我就不讲话咯。包包头真的很棒，超喜欢。真的、哦、真的、哦、那么喜欢吗？那么喜欢吗？包包头头头，包包头，妈的麻油也可爱。夫妇猫，夫妇猫，哭哭，今天真的是一直卡住欸，一直卡住欸。来过哪？OK 吗？嘞，我在等大家回来，然后等到就睡着，等到睡着。不错，回来了，好了，对吧 ？Steven， 谢谢情人节，谢谢 Steven。这个好久没有用哎，谢谢你的爱，贝卡丘。皮卡丘，今天七点半对呀，没错，终于谢谢你的玫瑰。有吗？有玩路不玩吗？谢谢阿俊，阿俊谢谢，没有不玩，真的，我这边有显示玩路不玩。现在 OK， 真的吗？那就好啦。啊，包包头，啊，包包头。OK， 心不稳，太可爱。嗨，思源，思源，思源。真的好可爱的东西，我给你们看，真的很可爱的东西。来，我们过来，各种可爱，爱各种可爱。怎么样啊？又嫌弃了，好了，
就知道，对那被暴制、被暴击，最新购物的真的很可爱的东西，是不是刚刚一直在看吗？就是麻油。嗯，怎么了？刚刚在睡觉，怎么急？怎么样？你在这里又没吵，对不对？看看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麻薯。好妹。嗨，大家好，我是麻油。好啦，走吧，拜拜。狮子王，噔噔噔，好好笑。小文，你错过了狮子王。哈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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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马雪尾巴用大家招手，笑死。超近，太近了吧？为什么我这里是显示网络不稳？啊，前面啊，爸爸立即娃娃，好好笑哎！为什么啊？我这里是一直在显示网络不稳，然后我不知道是真的网络不稳，还是你们看的蛮顺。我这边写网络不稳，谢星儿，星儿的事业幸运事业草。我们美卡还好，我们很顺，没有到显示，没看到显示啊，啊，你们是没有看到显示，我超变超顺，真的很顺，那就很棒，很棒啊。唉，不用理会，那是工程师应付老板的。OK， 网络被锁骨震惊到了啦！哎，所以你刚刚有看到常常过敏吗？对啊，而且很奇怪哦，是我平常没有开直播的时候都不会过敏，我一开直播就会开始流鼻涕。到底是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哇，直播过敏啊！对啊，我觉得是直播过敏。阿练，一种过敏叫直播过敏，是这样吗？妈妈讲，你出来了。需要现场先检，对啊，现场还好，现场我不会过敏。宝和山，谢谢风凉的浪漫玫瑰，谢谢你。刚刚那个表情好可爱，憋鼻子，痒吗？只有一种解释，太久没有见到面对面见我们了。对啊，今年就这个月可以了，这个月26号，大家都会来看我们吗？皱啦皱，皱鼻子。谢谢阿水，雪飞一个月的粉丝团，等我啊。讨厌的过敏啊。一直流眼泪啊，嗯，回来了，花生什么说谢谢你的小辣椒去夏威夷。公演我坐小五的旁边，可怜的小五，为什么？为什么是可怜的小五？抱歉，这个也不会，现在一定会去看麦的。好啊，如果有空气清新剂，可以开着。对，
你那是什么？嗯，饭店，饭店，饭店，我的鼻子会饭店，好酷、哦！饭店，饭店，哎，饭店，哎，饭店，好酷、哦！哎，这只不会，这只会，嘿，这个月先 pass。乱院旁边还不可怜吗？嗯，被妈要电死了，现在才没有。才发现有饭店吗？对呀、啊，六年没有。练亮鼻子看看会不会好？我更想要留，不是打喷嚏了。你看我的眼睛都泛泪了啦。嗯，不舒服，不舒服。妈要电我，品涵，哈，什么意思？反而更想，对呀，你看我的眼睛都泛泪了，还是我哭戏？我来，那个试试看哭戏好不好？我都23岁了，好快哟、哦，都想哭了。妈有3秒落泪，我都被晕到，电影晕到躺在地上了。我去找你，怎么这么可爱？我都23岁了，我是19岁的时候来台湾，然后我现在居然已经23岁了，好好笑，我没有在哭、哦。马老师和大爷爷今天吃什么这么可爱？演一下马鼠，恨心跑进马老戏，马鼠已经不会抛弃我，所以我这个没办法演。谢谢 Geeks 的好学生证 ，Justin Bieber 麦鲁特，加鲁特来鲁特 ，Hello 鲁特。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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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23，正美炸了啊！正美好辣。啊天啊，我知道我要去擦一下我的眼泪，对不对？没事，三姐也许也有24，对耶，来一个24岁的三起身。擦好眼泪了，我安啊，24岁的三级还是要叫马友前辈。对啊，因为我们演艺圈大概就是不看年纪的吧，就是看谁先进去，对呀、啊，谁就前辈了。看年资，对啊，所以看不看年龄啦、啊。妈有永远都是19岁，哇操哇操！丢饼饼给我，丢饼饼给我，搞不好这三期进来就是20什么岁。对啊，有可能呢。